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要爽约一下，我本来是要发一万份嘛，那今天我改掉，我发12000份。在这个六都呢，馆长将会发鸡排哦，但是你会不会拿到这样的鸡排？可能会哦，因为一句话，我有白纸黑字吗？我当初说要发鸡排，我有白纸黑字说要发多大吗？馆长的鸡排哦，你的鸡排什么时候要发？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要爽约一下，我本来是要发一万份嘛，那今天我改掉，我发12000份。因为一万份我难发，那我跟大家讲一下，现在我们公司的人跟外面的在联络当中，我不管这件事情啊，我下面的他们自己去找厂商啊，哦，那为什么发12000份鸡排呢？怎么发？如何发呢？我跟各位讲一下，会分6天，6个波次，会在六都哦。为什么发12000份？因为我昨天算一算，因为六都嘛，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台中。这个台南、高雄哦，六都，我会在六都找6间店，然后发时间再跟大家讲。所以一家店是2000份，所以说六都嘛，台北是2000，新北是2000，桃园2000，台中2000，台南2000，高雄2000，这样才是叫12000份。在这个六都呢，馆长将会发鸡排哦，那。我鸡排是这样发放的哦，六都就是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台中市、台南市、高雄市、桃园市，这六都呢，我会准备各2000份哦，总数是12000份的鸡排哦。但是你会不会拿到这样的鸡排？可能会哦，因为一句话，我有白纸黑字吗？我当初说要发鸡排，我有白纸黑字说要发多大吗？至于到时候你会拿到什么样 size 的鸡排？我不敢保证，我不是韩国瑜，我讲话一定算话，我也不用白纸黑字。哦，我先讲这只哦，这个是搞笑的，不要把它当真哦。你把它当真的，那嘞，我就真的很无言。你千万别把它当真了。